怎么办？彤彤太美了，和东西都这么可爱。喂，这里位置那么多，为什么非坐在我旁边？彤彤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个好人，但我看不上，所以走吧，快走开哦。好吧，反正我不会放弃的。幼稚，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？好无助啊，就让我自生自灭吧。孩子，你要勇敢地活下去，因为你是人鱼族唯一的希望了。可是我好无助啊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活下去。我可以帮你实现愿望，但是你必须要拿你最宝贵的东西来交换。真的吗？那我想让我的族人复活，可以吗？除了这个我无能为力，其他的都可以。我唯一没有实现的愿望就是报答上次那个人类的救命之恩，我想报恩女巫，请把我变成人类吧。我可以答应你，拿你的魔力跟我交换吧。我实现了你的愿望，你的头发将失去颜色。好，我愿意开始吧。我的天，这是真的，我的鱼尾变成了腿和脚，我可以在岸上呼吸奔跑了。是的，但是千万记住不要碰水，因为一旦碰到水，你就会变回人鱼。我知道了，到时就能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，我会以身相许的。彤彤，快点来追我呀，你真慢。这道题教教我吧，我不会。略略略，彤彤我的女神，好喜欢你。幼稚，怎么又下雨了？我今天没有带伞。女神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手不酸吗？不酸。好了，你到家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等等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嗯，欧耶，彤彤居然对我笑了，我太高兴了。